这是雷霆 S 的反光片。好，这一款是导光型的，那我点亮看一下效果。这个点亮的时候导光的很漂亮。这一款有两段式亮度，它可以直接进一百趴，也可以变成刹车的时候变更亮。OK， 对，哇，那我们把它灯关掉看一下。